我们再次谢谢杨老师跟音乐班全体同学，再次掌声谢谢他们。所有的同学要献花的动作就快啦，今天的静听音乐会就到这里画下句点，请大家再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感谢各位贵宾与我们共同度过这美好的夜晚，谢谢您的参与，我们明年再会啦，祝福大家晚安。那要上台跟我们的小朋友合照的家长、老师、同学，请你赶快上台来跟他们一起合照喽。